的帮友大家好，我是李薇薇。这次呢，我就是拍摄 FHM 六月号，然后它刚好是10周年庆的特刊，然后其实非常特别，就是这算是我一个很特殊的尝试，就是在里面有比较性感的演出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可以去买来看。看到广告去买一些吃的跟喝的，比如说像之前的桂格谷类系列啊那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哇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然后我就会去买来喝喝看。而且我很快就收集完了，我是 Seven 的大户。那个我的就是我们家楼下 Seven 的那个销售员啊，他们都跟我很好，然后他们每次都会帮我保留我想要，但是我又不想要，就是人家已经拿好给我的，所以像熊熊之前我就是他会让我挑，然后我打开不是的时候他就会再挑一盒，因为他们也自己也有，然后他说那这盒你再选选看，然后挑到是我要的时候他就给我，所以我很快就是集满。觉得如果可以跟一群很好的朋友出去啊，不管去哪边都很好玩。但因为我下礼拜就要跟我好朋友他们去日本了，我觉得去日本女生一起去还不错啊，因为可以一起逛街，然后可以吃好吃的，可以喝喝下午茶，所以日本还不错。如何当有十分的女人？因为我个人还没到十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当。不过我想就是女孩子如果可以尽量就是让自己保持开心，然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我觉得什么事情很顺利应该就是十分吧。哦，要有爱心。现在心情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要大家要拍工作照，然后觉得肩膀有点酸痛，腰椎有点酸痛。我是李薇薇，我在 FHM。